各位民间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黄兆斌，欢迎再次收看中国研究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探讨中国的问题以及未来朝向哪个方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嘉宾，胡斌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听众观众朋友好。谢谢胡斌兄，陈国强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谢谢国强兄，冯胜明先生你好，大家好，谢谢胜平，何斌先生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扶贫先生好。大家都好。这个中国的时政啊，跟时局有时候实在是雾里探花，越看越不懂啊，越来越复杂啊。我想从这个秦刚前外交部长当红炸子鸡，变到现在目前为止2个多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又有李玉超、火箭军，现在又传出国防部长李尚福，现在又有外交部长这个王毅啊，所以接连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想请大家来这个评评论啊，来观察一下你们的了解一下你们的分析啊，何斌你怎么看待啊？反正国家副主席取代这个王毅要去联合国参加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那当然李尚福也查出被查，他是国防部长，他不是个简单人物，他还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在王毅或者是李尚福是不是被调查呀？因为没有正常的官方的宣布，所以还可以说了是停留在谣传的这个阶段。首先说王毅啊，王毅有问题，或者是被秦刚啊，就是被调查之后咬去这个王毅，也不是说100%没有可能性，但是呢。王毅现在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出来，他已经被调查了。今天的柬埔寨的这个新的首相，到北京大家看看新闻联播有没有王毅？如果没有王毅那确实是一条线索。第二个是下个星期一那么王毅要到莫斯科访问又到俄罗斯去访问。那么如果他不出现，那王毅确确实实有了一些问题。是被调查还是身体的问题这个还是不清楚。那至于韩正副主席到纽约来呢，早一段时间我们也有报道当然更早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出来，主要是王毅如果到纽约来，就不好意思不去华盛顿，就要讨论到现在今年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来不来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会议。原来大家认为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不参加呢？但是因为他没有出席这个东盟会议，没有出席这个 G20 的会议，这个事情就成为了一个悬案一个悬案。因为他也是不是利用这种作为一个不出席，作为一个杠杆，还是说在外交上他慢慢就淡出来开始。像当你老毛一样的，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就开始退出二线？尤其大家讲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的问题，这个都不知道。但是根据这个《南华早报》的记者进行数据统计，确确实实发现，习近平实际上是在国内的事务上面，很多原因呢，他亲自出席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活动他都大大的这个减少。所以王毅这个事情，我觉得几天之内啊。就应该有这个比较明确的信息显示出来。如果他取消了去俄罗斯的访问重大的这个外交场合他没有出席那就是这个是遮不住的但是目前来讲，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出来他被调查。而韩正来取代他来参加会议的，在之前也发生过。之前李鹏想到美国来访问来不了，就参加纽约联大会议到美国来玩一玩。那么之前国家副主席然后国家主席或者是副总理来去联大会议都有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国家主席来一次以后，他很少来第二次，除非比较重大的这个联大会议。所以这个应该来讲，韩正出席并不一定意味着呢王毅出上。那至于李尚福将军这个事情这是最近几天的媒体就相当的密集了。昨天是这个最开始是路透社报道出来的，路透社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9月7号到8号原南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要见面讨论一些事情，结果呢，中国方面说就是这个
李尚福将军啊，因为身体的原因要取消这个活动。那么取消活动无非不过三种情况：第一啊，身体确实有问题，你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个就是说呢，啊，越南和美国的这种关系的啊急速提升啊，中国觉得哎应该给越南啊降降温啊，这种可能性啊也不能说完全排除。第三种可能性就跟大家所听到的社会传言一样的，确实被调查。那么几个小时之后啊，英国的 FT 啊，就是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方面的消息说呢，美国的白宫简报里面提到了啊，就是美国方面判断啊，这个李尚福已经被免职了啊，而且被调查啊，引用三个方面的消息来源说啊。那么之前美国的啊，驻日本的大使啊，也写了几次的这个推文，讽刺啊中国的这个权力系统啊，说是啊习近平政权啊，就是一个都活不了，大概的意思威神烦啊，还引起大家的一些议论啊。当然，这位大使是美国政坛上一个特别厉害的角色，也有人说他是美国的战狼啊，这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今天早上啊，又是昨天即是啊，《华盛顿邮报》也有类似这种报道啊，《华盛顿邮报》是接近白宫的消息，有时候啊不亚于这个其他几份报纸啊。当然，英国《经济时报》是比较厉害的啊。今天早上刚刚啊，《华尔街晚报》我们的这个今日华尔街频道啊就翻译报道了啊，《华尔街日报》的啊最新的这个报道。华尔街日报就有了更多的细节啊，主要是讲了上个星期啊，李尚福被带走调查啊，因为李尚福担任的这个职务在国防部长这个空头职位，国防部长他的职位在国务委员是排名第一的啊，虽然不是政治委员，但是是国务委员排名第一，也就是中国军方的第三号人物啊。这个职务呢就没什么太多油水，真正的啊问题就是他曾经担任过啊总装备部部长啊，现有的中央军委啊，这个副主席张又侠啊，他接替了他这个职务。那装备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台湾很多国家的军队的装备的买卖方面啊，是比较容易出问题。那李尚福也是因为啊，跟俄罗斯的军事装备方面的交易的，而被这个美国这个制裁。那么，他当然还担任过另外一个职务，也是最近特别敏感的。就是中国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技术的官僚啊，他是国防科技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负责航天工作，在西昌的发射中心。哎，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新型兵种啊，他的这个掌管的项目除了传统上的这种情报信息的侦察以外，还有航天技术。还有这个电子信息站啊，就是包括骇客啊等等的啊，都是这个系统的管理范围。那么今年闹得非常大的风波啊，就是所谓的间谍气球事件啊。那么如果不是由中国民间发射的，因为中国方面说是民间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展示任何的这个证据出来。但是假如是军方的话呢，那就是战略啊支援部队。啊，战略支援部队啊，它集中一个工作，就负责信息的搜集，信息的搜集在低太空利用这个飞行，利用这个气球是一个常战上一个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法。那当然，这个气球这点是怎么样？美国方面也是保密啊，既没有公开这个里面到底是有敏感的技术还是没有敏感的技术，都是传闻。美国方面的举动比较奇怪，那中国方面的举动就更奇怪啊，就没有展示出来有哪个公司哪个地方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火箭军啊，这个不是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被调查已经非常明显啊。早一段时间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个副司令哎就退下来了啊，自杀身亡，吴国华吧啊。那么这个。所以几个系统现在都已经开始跟这个李尚福将军是有一些关联，但是他是不是真正出事了啊？其实下个月就可以彻底的分晓，因为下个月是中国举办
江山论坛，就是中国军方的一个论坛活动。那主要是由国防部的名义来操办，邀请了很多的国家的武官军事研究者、战略学者来参加。如果这个活动不来参加，那他就当然是出事了。那至于是身体原因还是真的被调查，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官方来证实这一点。果然教授，我想您有什么观察？就针对李尚福啊、王毅啊，刚才何斌也提到了一些可能性啊。当然，内外的因素都有，或者是说真的是反贪，或者是反腐，或者是真的有问题，忠贞的问题，或者是说不效忠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呢？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这两个人呢，目前的传说，王毅这个部分，这个是可信度比较低的。那么李尚福这部分呢，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因为王毅现在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只是联合国大会是由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来出席，那么这个不算太不寻常，因为王毅现在是兼任国务委员兼任外长，所以他事务非常繁忙，也许联合国会议不一定非他不可，那就这个国家副主席来出席，所以这个应该不算太不寻常啊。但是呢，我们马上就可以揭晓他这两天是不是有公开活动啊。那么至于李尚福呢，他从8月29号在中国跟非洲的论坛以后，他就没有再公开露面过，差不多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么前几天就是关于中国跟越南的一个公开活动。那么他临时通知了，就中国政府临时通知越南政府，就说他健康因素暂时不便出席，要把这个活动推迟。那么这个推迟的原因为何？刚刚和平先生已经做了分析了，有可能是中国看到越南跟美国的关系发展的太快要降降温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他健康因素也有可能。第三个就是他被调查，那么他被调查的蛛丝马迹也是有的，就是说他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他所担任的这个职位是这个军备采购方面，那么大陆这官方有在前一阵子发表全军武器装备采购讯息网，他发布了讯息。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发表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聘审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那么这个就是要针对2017年是否有违规的一些记录做一个调查。那么他调查的范围呢是包括纪律不严呢。操守缺失不愿较真不敢碰硬，工作疏忽评审出错，拉帮结派，私下勾连袒护照顾，以专谋私，任用任性用权，处事不公这个跑风漏气，主动泄密，主见不力监管缺失，种种的。无所不包，涵盖范围非常大你几乎每一个人去担任这个职位都可以找到理由，根据这些标准去审核你，找到理由把你做调查把你拉下马。所以这个是太空泛，而且太广泛的调查的项目所以这非常可能是一个政治上整肃的一个方式。所以李尚福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检查里头没有过关，这也是有可能的当李尚福过去他的军方负责过种种的这个要职，那么现在的所谓国防部长，主要是负责国防外交，就中国军事军方军队跟外国政府各种关系。的处理，这是国防部长所以他跟美国或台湾的国防部长功能是不一样，他主要是办外事，办外事而军队呢，主要是军委党政的军委
主席当时习近平，两位副主席排名在军方排名在国防部长之前，所以他是军方排名第三号的人物啊。那他2个礼拜没有公开露面，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军事将领是不足为奇，而他涉及外事活动，而外事活动究竟啊不寻常的取消、推迟，究竟是他个人原因？还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他个人原因呢，是健康问题，还是政治上问题，或者是他这个贪腐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可能要过3、5天或者1个礼拜之后，才能够比较清楚他是不是受到调查，是不是已经失去他的权位。这个胡明兄，我想紧接着请教一下，健康理由一直是中国政坛啊，拿来这个因为某些官员的突然失踪啊，拿来搪塞的一种理由。仅刚到现在目前为止，是不是健康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中国官方一开始是说健康理由，这是李尚福也传出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另外就是《大西洋月刊》最新一期报告提到了习近平准备跟西方所主导的这个次序啊，那 say goodbye 啊，最主要是说他不出席 G20。让这个李强出席，王毅也没有出席。那这次到联合国大会呢，这个王毅也不去，这个派这个副韩正没有实权的韩正参加啊。所以，是不是习近平已经在做某种程度的这种战略的大调整？当然有这个意思。现在这个包括美国方面也，这个布林肯最近的讲话都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在试图建立起这个一种新的秩序。就是对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满意啊。那么要建立新的秩序，这个从战略上讲，我想它应该是习近平的一个战略意图。他本来就要肯定是要打算这么做的。那现在从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呢？我想他当然，腐败肯定会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是腐败问题不会是个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里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你军队上层腐败，因为这个腐败，那多多少少总是有的啊。问题这更多的反映出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本身出了问题。因为你现在军中这么多重要的人物，一个个都神秘的失踪，那你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呢？那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本来他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军队，抓得很紧，但是呢，他又谈不上在军队中真正的对哪个人特别的信任，这么一来就是他又比较多疑。所以就是你看得出他不停地换人，你看从他上台到今天，他换了多少人呢？且不说军中清洗的幅度也是非常大，这个清洗的幅度之大，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在文革时代，中共高层清洗，大清是场大清洗，但相比之下呢，对军队的清洗的程度是最轻的，主要是军，所以稳住军队，而习近平上台以来，你看他对各级官员的清洗，各个方面官员的清洗呢，军队其实占很大一个比例，那几乎换了好几拨人，都给搞下去了。而这些人呢，你要说，要说和他们和江和湖和徐才厚和这个郭伯雄多少联系，那都天知道的事儿，因为他们跟这些人的关系恐怕多半也都是工作上的联系，无非就是你被提拔了。而那个，既然在那个时间那些人是主管这个工作的，那提拔当然是会经过他们，你也很难因为这一点就把他算归作某一个人的派系。所以这点他和文革情况不一样。文革时候清洗呢，他当然就根据你们这些人的一些过去的老关系这个是这个部队的，那个是那个部队的，这个是那个的老上级，那个是谁的老下级你这个在所谓新时期，他基本上没有这么一个关系。他更多的就是工作的关系，那么这么一来，你这个上层本身本来就是互相不熟悉，所以你要把他们定成什么集团，谁和谁怎么样，那是很勉强的。但另一方面呢，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呢，他有所有人他都不信任那么因此你这个整了张三，那跟他挨得很近的李四，你是不是也要清洗？这就是对他就这个很很。
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啊。他不清晰，觉得他当然不放心啊，但是清晰呢又抓不出什么实际的理由。所以你看到他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反映出来的这个军中这个我们了解的情况，主要就是其实主要反映了就是习近平对军中的这个军权的高度的重视，同时他有非常的高度的猜疑，他不放心啊，这么造成了这么一种状况啊。因为至于腐败问题，我们知道这都是在所难免，在军中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你看。这个包括魏凤和也提出来，这个据说也在接受调查。嗯，等你算一算，这个在位的人，主要的人，几乎都在接受调查，都成这么一种现状了。这个简直是个很不可思议。这点和文革之前还不一样呢。文革之前我们也看到，特别到了中后期，到中后期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也突然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不过那时候小道消息比较多，总会很快就传出啊，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倒霉的。而你到现在呢，他这种小道消息比较少了，那么因此你更难弄清楚到底谁是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刚才谈到的王毅，我觉得仍然固然就像陈国祥讲的，你不一定王毅出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呢，当然要比这个那几个军方人员要小得多。但是也不能排除他确实有了麻烦，因为否则按照中共的规矩，当有些人，特别像外交部长，他是需要频频露面的人，在一段时间不露面了，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他考虑到外界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说法，他总会当局总会安排一个场合，安排一种情况让他上个新闻，因为这能起到安定军心的作用。你要比较重要的官员，一段时间内，消失了，从新闻上消失了，会引起各种猜疑，而引起猜疑本身对于当局来说就是有破坏性的，所以他有时候他会，有事儿没事儿找个事儿，给你个理由，让你有个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以证明这个人没有问题啊。而你现在到现在这么久了，这个王毅在媒体上也没有让他露面，所以这里就不排除确实他可能也遇到一些麻烦。另外，我们说谈到秦刚。秦刚这么久了，但现在也没有个交代，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你总得有个说法呀。那大家都知道秦刚肯定是倒霉了，对吧？那到底怎么倒霉，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到现在官方也没有个正式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这段上整个反映起来的就是高层这个在最高层就是相当的混乱，这个是习近平他要建立起个人独裁面临的其实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本来没有自己的班底，没有自己的派系，但是呢，他的权力抓得非常紧，那因此他免不了对他的自己提拔的官员又一方面有相当的猜疑，所以这中间就会出现种种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么些现象。这个情况，这一类的情况，恐怕今后还会不断的发生。盛明先生，我想 follow 这个胡平提到的所谓的派系跟这个哈，现在一般来讲，除了习派跟反习派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派系。你觉得王毅哈，有人讲说他是因为金砖处理不好，金砖出席的这个习近平有点尴尬，这个翻译被挡在保安挡在一个门外啊，是让习近平不知所措啊，这个画面传出去对习近平，不太好。不过整个来讲，不管从秦刚啊、王毅啦、啊，或者说魏凤和李尚福，甚至说吕玉超啊，都是习近平任内提拔或是任命的，这都算亲信啊。你怎么样看待？如果你是习近平，怎么样看待？到底要查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从那个亲信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些人失踪也好，或者说出事也好，就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对中共的人事判断，我没有像和平这些有这么多的渠道信息，也没有像一般有这么大的兴趣，因为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条件不足求解的问题，是吧？我曾经也写过一些这种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些政治评论，后来我就发现了这种东西不是不朽之作，是速朽之作。比如说11年以前，薄熙来出事儿。但说他是他太太杀了那个海伍德，我当时就写了个东西，自己还觉得挺得意的。
我认为，像古开来这种人，怎么会去亲手去杀个人呢？而嗯且还叫到自己家里面来杀，就做了一些分析。我认为呢，可能就是个自然死亡，最后呢栽在他头上，就等等吧。那以后的事情证明呢，他确实就杀了人。他前不久还能碰他儿子，朋友还问他儿子那个事，他说他不要说他杀人了，他要杀他呢，就他那个大儿子，不要说杀别人了，就所以这些东西呢，我可以说就是，比如像这次李尚福，他应该是出事儿了，但到底是身体问题呢，经济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呢？我不知道，我相信在座的呢，各位也不知道。但刚才胡平先生讲到呢，就是要有个交代。其实很多的事情是没法交代的。你比如说2年以前那个张高丽的事件出来，我记得胡平我们在这也有个辩论，对吧？也是说要必须有个交代。你们彭帅都那个都说出来了，跟他什么什么关系？但你说叫他怎么交代？如果他严惩张高丽，他不惩罚张高丽，你肯定说他是蛇鼠一窝，官官相护。你如果惩罚了他的话呢，肯定又说呢，这是借这个桃色事件来消灭政敌，对吧？怎么交代都是错。那至于说像现在出现的这几个人，我倒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因为无论是李尚福也好，还是前不久的秦刚也好，和现在可能就是也在猜测要出事的王毅啊，那至少就李尚福和秦刚这两个事情看呢，他们肯定是从派系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习的人。习提拔他们这段时间非常明显，像李尚福被美国军方制裁，但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跟俄罗斯购买导弹和飞机。那秦刚呢，更是就越级的提拔，他是自己人。那自己人为什么现在也要出事儿呢？这就不是说像刚才几位都讲到，又是贪腐啊这些好。或者跟习有政治上的冲突，那就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如果他们真出事儿的话，我现在我并不确定，包括秦刚我也不敢确定。就是现在看到的呢，就国内传达的，说他生活问题，就如果那是真的话，那非常可能就是派系之间的斗，而不是说他们和习在斗。因为你习拿下了这么多人，二十大把团派整个全部拿下了，那团派是不是也要拿下你几个人呢？你打仗的时候也是双方都互有伤亡嘛，就你把我这一派的人搞掉，以这个或者那个理由，那我也可以把你的党羽拿掉，或者你下面的人，这其实就不是一个清洗了，就是个派斗，就这大里家我都看不到你的荧幕。啊，就大家都在同一个被窝里面打架，对吧？打了很多年，互相有几套功夫，都心知肚明。对方有些什么东西，大家也心知肚明。比如说当时那个万达的时候，那投资的时候，大家都往里面投，就几家都有。那谁都知道对方的底牌。那现在你搞了我的人，我就搞你的人。像薄熙来被拿下了，那薄熙来很快就把温家宝家的事儿，他就可以捅到外面来嘛。因为薄熙来那个钱袋子徐明，他同时跟温家的关系也不错。他也知道你家的事儿，但这些事儿捅出来以后呢，你要盖也盖不住，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必须要身体有问题，或者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就不见得是他们和习本身有斗，就是真的这些事儿拿出来的话，就算是习的人，他也罩不住，对吧？就当年霍去病把李广的儿子射杀了，那他绝对是汉武帝的人，那汉武帝还得要处罚他。谢谢这个生平的分析啊，这个，所以我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中国有时候实证跟证据，有时候现在越看越这个扑朔迷离，越看不清楚到底真正的各种原因是什么啊？我们只能待时间来解释啊。不过看来，陈如胡跟你讲的，有时候个交代，有时候时间也不能够解释啊。所以时间不能够解释，说不定也是一种解释啊。OK，我们谈完这个王毅跟李尚福、韩正。他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第一次出席国际间重要的会议啊，联合国大会，到底在联合国的表现怎么样？跟王毅之间的关系，还有王毅这次缺席联大，
会不会影响到11月份啊，在旧金山，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啊，习近平是不是不来了？因为如果他不来了，继这上一次的 G20 缺席之后，这一次又不来，那这是那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好，谈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第二个谈谈这个中国的经济啊，一直以来啊，最近这两三年来，尤其我们中国研究院这一年来一直在讨论中国经济啊到底怎么了。病了还怎么样？能不能医治？中国国家统计局刚刚礼拜五，北京时间啊，这个今天发布了一连串消息，里面最主要提到的是国目前整体的经济恢复良好啊，但是向好向就是往这个好的方向，但是我们不晓得整体的数据还是很差，包括这个消费还是不振，出口还是有问题，生产工业数据也不怎么样，房地产持续的低迷，不管你放宽之后还是这样子，失业高，年轻人失业率。官方说21、22，事实上有人说50%。社民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我们每个礼拜谈论，为什么谈论？因为它太重要了。你怎么看？我觉得谈经济问题呢，因为它有具体的数字在，你可以看得到，那跟谈那个中央政治啊、人事就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主要的问题，它是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它要从呢土地财政，从那个地租经济呢，要转到现在的数字经济，在这个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就非常相似上个世纪90年代，要从国企改造，从计划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当时出现了几千万人的下岗。经济有很大的问题，现在也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就中国过去30年是靠地产经济在拉动整个经济的，但这个已经走到头了。就毛泽东时代呢，他做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最后呢起了关键作用。就当时他把所有的土地都收归了国有，在他看来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因为你要搞共产主义嘛，那当然就是我最。管得着的土地先公有了，以后再慢慢一点点其他的公有，公私合营，这都后来的事儿。就土地国有是最早的一件事儿，他也没想到后面那些故事。但后来呢，中共就改弦易辙了，他要搞呢改革开放，他需要资金，他要把这个国家发展起来。而资金他从哪儿来呢？港台的资金杯水车薪，他发现他自己实际上屁股下面做了巨大的资产，那就土地。就各级政府就开始卖地，以卖地来从事所有的中国的想做的事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中国的海港也好，机场也好，公路、铁路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就这种基础系统。同时呢，中国其他很多的事儿，包括军事上的这些，都以土地财政来作为支柱得到了发挥。但这个呢，已经搞了30年了，甚至超过30年了。土地财政这一点呢，就是以房地产、以基本建设来拉动经济，这个已经走到头了。所以习一代上来以后呢，他就提出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时也提出来呢，对那种房地产公司呢，就属于三条红线，他就捅破了这个，可以说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这个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粗暴，但实际上从长远来说呢，它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举动。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土地财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14亿人盖的房子已经足够30亿人，甚至有人讲40亿人住了。你不可能把2条高铁，对吧？你也没有必要2条高铁并排的建造，一条就够了。像。我家乡长江，就嘉陵江上面，以前就一个桥，嘉陵江大桥，文革的时候，现在有多少桥，没人讲得清楚，真的就是太多桥。几百米就可以看到一个。长江上以前就2座桥，武汉和南京，现在有多少桥，谁也讲不清楚，就很多就是重复建设了，一定要把公路建到那村里面，要通到每一个村，其实村已经都成空心村了，已经都没有什么人了。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它必须要转，但转的过程中呢又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30年形成的惯性，很多拥有房产的人，他喜欢这个，朝这方面走。那地方政府呢也喜欢玩土地财政，那房产商更不用说，那贪官们一般都有很多套房。所以你要转到其他的东西呢，人家第一他是不愿意，第二他也不会。所以一旦经济发生问题了呢？大家想到的就是，
再重新去搞房地产去拉动，就说你看这几年经济不好了，就是因为呢，你去压房地产，你把房地产压下去了，所以经济就不好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实际上这是一个错的东西，我也相信他根本他不会再去拉房地产。就房地产这东西，讲到底，就是如果你一直玩下去，已经玩了30年了，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了，可以说在房地产这方面，在住房也好，在一些基本建设也好，中国可能世界第一最好的基础建设，你再玩就过了，就是一种 overbuilding 了，对吧？重复建设，刚也说了，就是玩到极致，你把砖头经济玩到极致呢，你就玩成了香港，香港就是除了就是房地产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是房地产全世界最贵的，玩到最后就玩出像李嘉诚这种超级富豪，整个香港就成为李家的城，他中国就。他不能朝这个方向再走，他要把它停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地方政府，他就非要玩不可，他没有其他的东西会玩。就拿恒大做例子，恒大他现在是去年是销售额是400多个亿、500个亿吧，我就假设他是100个亿这样算比较好，或者1000个亿。你说1000个亿，他怎么？他是卖房子拿来的钱，国家拿了多少呢？35%，有，他是买地的钱，向国家，那政府就拿到这个350个亿，还向政府要交税，又是10%几，差不多就是50%。也就是说，恒大也好，任何房地产公司，他每卖掉1块钱的地，就是房子，政府就拿着5毛钱。那你说，你要是地方政府，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房地产经济？就他发财，你就发财，你拿一半走。但换一下说，现在我们说不搞房地产了，这个到头了，我们该换一个新的东西玩，搞数字经济，搞云计算，搞物流网，搞这些电动汽车，那政府就拿不到那35%的买地的钱。那搞那些高科技，他不向你买地，就算那15%的税你都不见得拿得到，因为高科技你还要补助呢，你还要扶持它，所以说没人愿意搞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惯性的问题。那再一个呢，就中国过去30多年、40年的发展的钱到哪儿去了？经济发展了几十倍，但是中国股市没有，可没涨几十倍，几乎没动。可以说，所有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钱，GDP 的增长，真实的增长，全部跑到房子里面去了，到房地产去了。中国的房子过去就涨了几十倍，中国老百姓现在的钱的分布呢？是1/3在房市，1/3股市，1/3在那个债券里面，或者说银行里面，就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它已经偏离的很大了，就正常社会中间应该是各自1/3。中国现在500万亿的房地产的总值，自我资金占到400万亿，银行只有100万亿，储蓄是130万亿，股市大概是60万亿。这就是中国的资金的分布，绝大部分都跑到房子里面去了。那现在他政府想的就是呢，怎么把这个房子里面的钱，包括在银行里面的这130万亿，平均每个人大概9万的这个钱，把它变成资本，而不是变成了埋藏在房子里面的这个砖头，或者说银行里面的存款。因为钱只要不进入流通，它不进入投资。它就不是资本，就是资金，或者就是死钱，它这么一种。但是他又不敢呢，政府又不敢让房地产呢，真的就是像美国2007、2008年那样的，那崩盘一下掉50%，甚至有的地区，包括我们去过一些地区掉到80%，像拉斯维加斯啊，像佛罗里达，为什么他不敢这样呢？因为中国老百姓的钱全在房子里面，你只要一掉。结结实实都砸到老百姓头上，他砸不到银行头上。银行这损失就相对来说，在房子来说它是非常小的，因为你平均一个房子，你想100万一个房子，银行资金只有，就平均来说只有20万，自我资金是80万，这在美国来说这叫 cash house，cash house 就是说一个房子100万的，50万是自我资金，50万是银行资金，那就叫 cash house，这个现金房。那中国的都到了80万是自己的钱，
所以什么时候银行才会受到损失呢？你要掉到八十万以下，银行的二十万的贷款才会出现问题。所以他又不敢让房子掉，他就两难在这儿，又不能再朝房地产这方面继续走，又不能让它掉，他还要限价，就你要降多了还不行，还要保交房，就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中国政府这样搞呢，他实际上他是有点怕重蹈美国08年那件事儿。美国当时经济危机就是08年，因为房地产出事儿，最后整个金融系统全部出事儿，五大银行、五大投行全部消失，要么被收购，要么就是破产。那就是29年都过来的，这五大投行在08年就没过来。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过滤的表现，就是过于焦虑了。因为这两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面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可比性。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呢？我用2分钟可以把这个区别讲出来。因为中国的问题和美国问题刚好是相反。美国当时是什么呢？是老百姓高杠杆的买房，零首付的买房，造成的这个问题。中国是倒过来，中国是房地产公司高杠杆的盖房，老百姓可没有高杠杆的买房，能付多少现金付多少，恨不得把那个首付就是全款都付了。所以这倒过来，美国是高杠杆的买房，但是低杠杆的造房，它是由那个房地产的暴雷引起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出事儿。就中国没有这个问题，老百姓的房子基本上不会暴雷，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什么呢？美国是中央政府有，就是没有钱，地方政府有钱。中国倒过来，中国是中央政府有钱，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有钱呢，因为它有财政的收入，它有那个外汇的盈余，所以中央政府呢有几万亿的钱在那放着，它随时可以用。加上它有几百个央企，它随时可以卖，这央企也值几十万亿，可能更多。美国政府可没有央企这回事儿。对吧？他中央政府没钱，因为他政治正确，他到处花钱，他要打仗，他要救济穷人，他要做各种就社会事业。但是呢，他又没有钱，所以欠了30多万亿。但他地方政府有钱呢，因为他有非常稳定的这个房地产的收入，就是房地产税 （property tax）。地方政府完全是靠这个活，60%到80%都是靠这个房地产税，非常稳定。而中国倒过来，中国地方政府没钱，因为他。刚才我讲，他土地财政，他卖地，现在地呢卖完了，也不准卖了，他又没有房地产税的收入，所以中国地方政府呢是频频破产，发不出工资，债务非常大，所以这又是倒过来。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是，就中国是呢，老百姓有钱，但是不敢花钱。美国倒过来，美国是老百姓没钱，他敢花钱，他把孙子钱都花了。中国一个老百姓平均储蓄率就中国人的平均储蓄率是30%以上，美国的储蓄率是-5到-10，就中国人每赚100块钱，他30块钱他会存起来，美国人每赚100块钱呢，他会花105到110块钱，就这三点是基本不同的，所以说呢，中国经济真正碰到的问题和美国经济也不一样，它不会因为房地产的暴雷而引起整个经济的出事儿。它这就是个，一个转型阶段。至于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就说两句话，它只有通过呢，一个是转账的方式，因为地方政府现在欠了大量的钱，但是绝大部分的钱它欠的是银行的钱，少部分的钱是它发行债券，老百姓呢把储蓄的钱买了地方政府的债券，地方政府欠银行的钱，实际上就是左手欠右手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它可以对冲的，它只有欠老百姓那部分钱。他是必须要还的，所以他的债务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什么几百万亿啊，什么更多的。再一个呢，就是地方政府要摆脱这个财政问题，他必须要房地产税的征收，这是逃不掉的。好，我可以讲吗？那何斌，来来来。当然，中国的经济转型哪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转型。但是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民间有非常大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或者怨恨的情绪，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所造成的这种增加的这种焦虑。
尤其是疫情这一年，再后面的这种封锁，对整个的经济的伤害程度是非常之大的。另外是对这个企业家的初步打击，不仅是民营企业家，而且是外资企业也是这样，而且打击的时候没有说法，更重要的是没有辩护的这个机会。那这些事情是呢，增加了很大的这种大家情绪的这种愤怒。你这个虽然中国的法律有了一些进步，有了这个法和那个法，但是你真正有了问题，权力就大于法了。那就是这种缺乏安全感，那是现在抱怨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由头。你不能说这些东西只是经济转型的问题，这些情绪我认为是真实的，真实的。那么所出现问题，不管他是说转型也好，调整也好，像过去30年那种高速增长的那种机会，确实是很难以重复了。那中国的经济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那原来的经济的挣钱的模式就可能会改变。那么原来有人就觉得我非常聪明啊，我挣了那么多钱呢，我现在的聪明没用了。那当然就是政府的责任，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大潮的一种作用，不能否定说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不聪明，他当然是非常聪明的。但是有时候聪明未必是个人聪明，未必是决定性的这种因素，所以很多东西搅在一起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情势。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它会不会崩溃？会不会呢？从此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像日本那样衰了多少年？像这个南美那样就进入了一个债务的陷阱？我对这一点是有疑问的。原因是全世界的经济体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中国的保守这种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它会避免了这样一个南美的那种陷阱。同时呢，中国人的这种勤奋的程度和企业管理的这种更新能力跟日本那个比较固有的管理体制还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呢，产业的转移是让当年的日本丧失了一些机会，而今天的中国的技术的制造能力的提升和改变，在几十年之内都很难改变无论是现在印度的崛起，还是越南的崛起，能够分解一部分，但是分解不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完美的近乎于完美的一个制造体系，在别的经济体里面是反映不出来的，反映不出来。所以，如果正向的看中国的经济，确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你横向的，在世界经济体比较，就那么全世界就那么几个经济体，所以你进行比较以后呢，就发现中国的经济未必是那么悲观。但是这个是我的很多朋友不同意的，我的很多朋友说，你看看现在地方的素质断崖式下降你看看现在的素质只会越来越差。昨天就是即使是今天中国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消费的数字和工业的数字呢，虽然也谈不上非常好，但是呢，它确实出现了某一种止跌的一种趋势。当然，房地产的情况还不好，不太好。但是房地产现在无论是这个恒大还是碧桂园几个公司最近一段时间股票之所以涨，一方面是政策的刺激，另一方面就是恶性循环，它一旦被停止以后，它本身的价值可能就表现出来。它也许不像以前那么高，但是呢，绝对不会呢，跌入到一个像刚才视频讲的，我们当年就看是有的地方是跌70%-80%那种恐惧的情况，如果在中国出现，它确实会带来整个的经济的这个崩溃。那在这一点，我是跟这个中国的一些企业界和一些经济界的朋友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没有像他们那种真实的那种感受的那种愤怒的一种情绪，或者是他们掌握的情况比我们更加真切一点。我这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这种世界的经济的体的比较，我觉得中国的有一部分经济问题，其实跟全球的经济出现某一些疫情之后的调整，或者是整体的状况不那么好，出口的衰退，并不是因为越南和印度是高速增长。实际上，印度也下降了所以可见它有时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但是你不能说要求每一个人，我掌握的情况都是那么客观、那么理性来做这个分析。那作为企业家来讲，
过去挣钱那么容易啊，现在挣钱那么难，所以这种情绪应该怎么去化解？那至少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的这种宣传是最糟糕、最糟糕的时候啊，压抑不同的声音啊，然后就是造成这种困惑越来越多，然后伟大领袖讲话呢，确实很不符合基本上的规则，什么住房不是来炒的，那你就完全否决了。这个住房作为基本上的商业属性的一部分呢，那你所有的房子，那就分配给大家不就可以了吗？那就还炒什么炒了？那就回到当年的这个老毛的时代，对不对？每个人分房子不可以了吗？那为什么能炒呢？不炒怎么叫商品呢？这市场现在也需要调整，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一直大家不愿意来承担，不愿意来干活，但是。好，我们现在失去了和平，和平这个讯号市不场见的了，让步，OK，失去了和平。现在不行了是吧？和平，我想请教一下啊，紧接那着和好了平好提了，到我就的，讲到这里。因为经济啊，它的数字说话是最好的，很多人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凭主观呐、啊，或凭个人的好恶了来评论经济啊。不过盘公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上任之来，现在一个头两个大，人民币在一直在贬值哈、啊，这个突破7.2了。那当然，人民币跟经济又很大联动关系。中国人民银行刚刚第二次下调了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的这个率，还有外汇存款准备金也下降。当然，希望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啊，然后来刺激消费啊，然后提振需求啊。不过看起来，我不晓得怎么样。潘公升到现在不情况好像不是很好，你怎么看？然后我先接着刚才盛和总平，和和平讲的，接着谈谈。至于土地、财政啊，这个房地产，那确实，这个转型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那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啊，这个转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所以不是新的问题。那这些在最近中国经济出现很明显的这个下滑的趋势，那又和比较近的原因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第一就是3年的动态清零，这个对经济的打击是相当沉重。另外，当局贯彻所谓这个在很多领域的所谓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的打击，这个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啊。再有呢，对官员，那现在的因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讲究的就是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把这个 GDP 看成的变得那么重要。这么一来，当然对官员这个搞经济的积极性，当然也是个也会受很大的影响。在民间呢，我们也看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谓躺平啊，那么这么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那过去人们的那哪会躺平啊？那现在讲究躺平了。一方面当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躺平的这种心态。你要太穷了，你根本躺不起嘛。那躺平本身也表示呢，一般的拼经济的干劲儿，那个劲头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啊，这个也是个很大一个影响的，当然就是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现在我们看到出现这么的明显的这个下滑这个趋势啊，只不过呢，我确实我也不认为中国经济问题遇到这个很多像很多朋友估计的那么严重。以至于就要崩溃了啊，就要完，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它第一，它中国的很多经济它是个实体经济，有东西摆在那儿啊。另外呢，中国人的基本状况，和世界各国相比，那人那个一般老百姓那种那种勤劳的程度，那种热切的希望在经济上在物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的那种那种动机还是相当。相比之下，比和过去相比，那是有了很明显的低落，但是和其他横向相比呢，仍然还算是比较强的啊。喜欢赚钱，对啊，所以这都使得今天中国的经济呢不会坏到什么程度。这个对中国经济做一种过于低这个悲观的估计，我觉得它也不是，也不太符合实际啊。至于其他方面呢，当然你看这个，就是中国在这个在人民币，他一直有这么个想法了。当然，希望强化人民币的地位。另外，也从长远来看，就希望就和他想建立国际新秩序一样，他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一直是不满。但是呢，他在这里到现在，他显然还是力不从心。所以从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在这方面更多暴露出来这个中国
政府这方面的他的一个基本态度，一个愿望，在显然在受到一些挫折，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就像他要想用一种新的秩序取代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样。果然教授想最后想请教一下，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少的国际金融机构下调今年的 GDP 哈，那是在中国政府现在设定5%，那已经下很多金融机构已经下调到4.5%，而且更下调明年度2024年啊，可能下调到4.3、4.2，甚至4.1了啊。你觉得这个关联性怎么样，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比较好？中国的经济啊，从第二季度到现在只是不好。现在国际普遍今年中国币的成长，甚至明年的成长，但是呢，中方哈、虽然觉得问题存啊，有新的压力，但是没有看那么坏，而且呢，他所提出的对策都比较温和，而不是采取强烈的财政扩张或者是降低利息的对策，也就是他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经济情况不好的这个局面。那么很多人认为对策所提供的对策跟市场上所需要的这个支撑和刺激是有很大的落差。那么这个落差究竟是官方的估计有问题，还是有顾忌还是它是正确的处置手段？现在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国都引起非常广泛的强烈的一个争论。那么中国经济在这个疫情过后确确实实复苏乏力，复苏乏力，而且是百病齐发。那么最严重的四个病，第一个消费低迷，第二个投资不振，第三个通货紧缩，第四呢就是整个的一个信心危机。那么这些因素呢，有一部分是结构性的因素，有一部分呢是周期因素。所谓结构性的因素，我们举讲，比如说房地产，如果现在的都市的进程减缓了，或者是人口已经占了比例，那房子不振就是结构因素。如果人们认为现在房地产没有投资价值而不投资，或者是认为跌差不多了大笔投资，这个是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的经济现在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它有结构性的因素，也有周期性的因素。结构性的因素呢，包括技术水深，国际的科技的封锁还有减少。那么周期性的因素呢，包括对景气一个预测。那么究竟这是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因素大呢，还是周期因素大？那个比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相，就是结构性的因素必须大幅度的加入改革开放才解决这些问题。而至于周期性的因素，目前中共政府所提出的被认为是不够的，不能够以市场需要大笔的资助、财政的扩和利息的下降，这些被认为不够的。当年日本就是政府反应太慢，所以他有20几年在通过紧缩方面一直没有好的对策。所以现在很多人，中国政府应该记住日本1990年代的错误，而要加大力度进行财政的扩张和利息的挤压。那么这样的一个刺性的措施呢，现在中共非常慎他不愿意采取太强烈的手段，也可因为认为现提不是强手段可以解决，或者是不需要把这问题彻底的扭转过来。比如说房地产，中国大陆现在政
是不希望房地产啊这个占有太高比例的资金，无论是银行的贷款或者民间的资产，现在房占了太高的比例，太多资金而不利的。那么可是呢，房地产无论是供给面不需要产生很大问题，供给面呢就是这个房商的倒闭问题啊，或者是他不愿意在土地的盖屋来提供的问题。那么需求面的问题就是各种措施让人们是房地产意愿降，投资房地产意愿降低，会使得厂商啊地产商他的这个整个受到很大的冲击，资金也有断裂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呢基本上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面在供给面啊放宽贷限制，在需求方面放宽购以及其他贷款的，那么这样子保交屋啊，就希望啊房地产问题能够慢慢的转型啊，不要成为资金的占有的财，但是呢又不希望倒闭，又不希望买房交囊子，所以这个地产业下行了温和的措施来避免重大灾害的发生，但是又不愿意去再去奖励鼓励这个产业一个继续的发展和这个膨胀。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方债务实在是严重，因为两个，因为一方面是过度建设搞得太多，政府投资太大，第二当然就是土地已经卖不出去了，这个房地产商购买下降，那么这个债务呢现在是用以债的方式来处理啊，就不断的举债啊，目前暴雷的机会比较小，严重影响政府的投资能力，所以整个市场会不振，跟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那么这个债务呢当然是跟美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内部举债而不是国家债，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必要解决，也就是中国有很好对策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的话，还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问题，或者发展投资意愿上升的话，那么这个地产愿意购买土地啊，地方政府就比较大的还有税收，也可以缓解地方问题。那么现在中共政府跟很不一样，就是强调高质量的，不只是 GDP 的，而是要高质量的，也就是在这些时段啊，应该是去辅高科技产业的，而让下波啊经济是以技术撑，而增强的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是市场性的、投机性的产业化啊，所以它就导致一个高值经济发展，而不是短期的理性的经济的提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之下呢，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不会太快必然不会像30年那么快，但是它可能是如果能够克服这一波的通缩的危机的话，来的这个成长应该是比较大的成长。对于整个中国产业的转换总体时间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啊，我想中国研究院会去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啊是最重要的。我们研究这个中国研究院的领域啊，我想经济的问题也会很重要。那持续到年底，到底中国今年能不能达到 GDP 达标5%，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不，谈完中国经济之后呢，下一个我们谈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务卿布林肯刚刚在美国的这外交官的最重要摇篮之一 John Hopkins 也发表一个演讲啊。John Hopkins 跟 Georgetown 跟麻州的 Tufts 都是三大美国外交官的重要摇篮，在有些 John Hopkins 提到的很多点，中国这个 布林肯 的讲话重点就是说中国走向独裁，中国对美国构成最重要的长期挑战，那另外就是我们标题提到的老办法已经没办法对付所谓新独裁啊。胡斌，你怎么样来看待 Blinken 在这个时候在 John Hopkins 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演说，
对过去2年半拜登政府以来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坦白讲做了一个梳理，也对未来1年半甚至明年的年底的总统大选的一个外交政策也做了一个方向的一个感染，你怎么看？布林肯这个讲话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过去给人印象呢，布林肯好像是比较鸽派，说话都比较温和。那么这次说话的调门显然是比过去都高。他这里谈到的其实也是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外交路线。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就拜登在去年，也就是是个好像是海军学院有个讲话吧，其实那就谈到了，就是说整个世界在面临一个拐点。美国也在面临一个拐点，而谈到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其实谈的就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专制的强权，的崛起，对世界秩序的挑战，谈到他尤其这个拜登还讲到嘛，说习近平跟他说过，说现在民主制不行了，还是要他们那个制度，这个共产党专制的制度更好，他就把现在的这个国际的情况呢，也就归结为就是。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这个竞争，那么这个当然它就比过去的，包括比这个川普以及在此前的一些美国历届总统更强调这种所谓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更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在这里呢，当然是把中国是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中国的挑战才使得今天的世界呈现出现在这种局面。那么谈到这一点呢，我们从布林肯的讲话看出来呢，他一方面是高度的重视，和中国的关系，那总的来说也还是像过去讲的，大致可以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可以分3个方面，有些方面需要合作，有些方面需要竞争，而且有些领域呢，那就还是有这个对立，有对抗，至于怎么样处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怎么样应对中国的挑战？你从布林肯的讲话看起来呢，依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还是比较困难。他显然面临的，这个中国挑战和过去苏联挑战不一样，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挑战还更为严峻，那就是说，因为中国现在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实力是和当年的苏联是不能同日而语。另外呢，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括和美国的关系，也和当年美苏两大国家是不一样。那过去美苏两大是东西方阵营壁垒分明，那基本上是铁幕嘛，是各搞各的，彼此之间的交往、经济的交往、人员的交往都比较少。而你现在这个交往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乃至于难解难分，所以你要想。即便有些人想脱钩，那也谈何容易？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脱钩，所以才会提出什么去风险化这么一个问题。那显然看你从这个布林肯的讲话看起来呢，就是第一，他再次重申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这点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更强调和中国那么这么种关系，它所含有的那种对立的成分。对抗的成分，一个基本冲突，他更强调这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呢，也透露出美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一套特别完整的，就是比较有效的应对方案。所以我想，当然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当然都长期以来关心中国的问题，关心美国的问题，也关心美中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然早就认为。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关系，而确实你怎么样，这个很重要问题就怎么样理解，怎么样来认识所谓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到底是种什么性质？那由此才能决定美国西方国家怎么样来应对。我想布林肯的讲话主要就是突出了这么一种这个问题，它很明显，这有这么一个很明显的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中国的问题是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那至于当然也就预示着今后这个问题依然会贯穿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
那么至于今后该具体会怎么发展呢？我想到现在为止，就像布林肯谈到的，仍然不是特别的清晰。那还在摸索当中。基本取向是明确的，但具体的做法仍然不是很清楚。何斌，你在线上吗？听到我们声音吗？何斌，何斌，如果听不到的话，没关系啊。这个盛平，你的看法怎么样呢？你怎么看待这个 Blinken 最近的这一次的谈话？那我觉得这是又是一个老生常谈，就美国对中国政策，它过去几十年它有两个误判，实际上布林肯现在是第二个误判。第一个误判呢，就是早期那些所谓亲华派也好，就是熊猫派也好，他们是认为呢，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导致政治民主，所以说在 WTO 的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他们跟中国不较真儿，他认为呢，就是你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呢，你自然会走上我这条路。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人的腰围你只有28、27的时候呢，饥寒交迫，这个时候他来不及顾及民主，他要生存。但是一旦正常到32、33了以后呢，你不给他民主，他就归墙。所以说，过去呢，他在很多问题上呢，就是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这些，他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的，他甚至在扶植的态度，他觉得你最后会走上他那条路。但后来就发现呢，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完全腰围到那个份上了，有的地方甚至比美国还粗了，都36、37了。他不光不要民主呢，就不要美国那个方式的民主，反而呢向美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了，比如说一带一路啊、孔子学院啊、收购美国的影院啊，做了很多的一些事儿，就是，所以美国的这是。在基于第一个误判呢，他又来第二个误判了，就是现在布林肯的，其实就是在第二个误判中间的一个杂音而已。包括余茂春先生啊，很多都在讲这个话，就是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善意，韬光养晦，结果呢发展成了一个经济怪物，然后现在呢对美国形成了威胁，就。几年以前在那个尼克松图书馆那个讲话，就是对中国这个国家呢，就是如果你不去改变它 ，if you don't change it， 它会呢 come back to change you。这个地方 change 这个话呢，实际上是个外交词汇，准确的说呢，就是 destroy， 就消灭，就是你不灭掉它，它就会来灭掉你，因为它的本质上呢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解放全人类，消灭私有制，暴力推翻。这么一个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他只是呢穿上了一件比较好看的外衣，这就是第二个误判了。因为看到中国强大了，在很多地方呢，中国也不买美国账了，敢跟美国顶撞了。好，于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前面我们被骗了。包括我的老师之一嘛，也是说从72年起，美国就犯了个错误，就根本就不该把跟中国建立那种关系，把它引进世界。那第二个误判呢？为什么我说它是误判呢？就今天的中国，如果你还了解一点基本的话呢，它真的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它已经没有那种原教旨主义的要消灭私有制啊、解放全人类啊、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制度啊，它已经没有了。如果说西方的压力足够大的话呢，非常可能它会回到民族主义。你能压出个义和团来，但是你压不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潮来，中国经历过那个东西，他已经免疫了。就像我一个好朋友，也是胡平那个朋友曾经说过，他说你没到过苏联，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会破灭；你没到过美国，你民主自由的理想不会破灭。中国是到过苏联的国家，他实践过共产主义那套东西，搞了几十年。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就布林肯他们讲的那个获得的新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他第一个误判的基础上呢，他又得出第二个误判了。所以现在呢，要跟中国要死磕，因为他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像余茂春先生就说，拿下台湾以后，下一步就是其他的地方了。这实际上是不是事实？我不相信中国还有原教旨共产主义的那套东西。就今天的中国呢，改革开放以后，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
其实中国没有主义了。好，谢谢三弟。这个国安教授，这个我想外交挖墙脚，我们常这样讲哈。不过因为中国过去的20年来哈，在国际间大量的广结善缘哈，结交很多朋友。那当然很多朋友都是跟美国有敌对关系，跟西方有敌对关系的。不过布林肯，你们这次的谈话里面特别提到了美国愿意全面的跟纵使有分歧的国家来全面合作，包括他最近的做法对伊朗、对沙特，甚至对越南。啊，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美国的政策也在改变当中啊，也就是曾经的昔日的敌人可以变成今天的友人，只要大家彼此现在共同利益啊是同一个方向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你怎么看待布林肯的这次的演讲？布林肯这次的演讲，让我们想起，美国布什在副总统也是全哎，面那就那个我来讲胡杨吧。教授，在我请和平讲话的时候，你重新再退出，然后再进来嘛，我们马上听到你讲话。哎，现在和平现在回到线，因为现在听不到你声音，抱歉。来，和平你在线上吗？啊，那个美和平，国的这个外交听见了吗？可以，我听到你声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呀，长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在起很重要的这个指导性的作用。但是这个是，这个价值观是符合他的国家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这个价值观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个价值观还是比较让步的，因为美国还是既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现在为了制约中国的这种崛起也好、膨胀也好、挑战也好，那原来的人权比中国好不到哪个地方去哈。印度存在的问题一样的很严重，但是呢，美国还是要支持这个国家呢，来平衡中国的这个崛起。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糟糕的地方，因为印度呀、越南呀，它确实也需要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么到时候关系再说因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它也是不断的在调整，有很多的这个失败的例子，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现在跟中国的这样的博弈的关系也好，竞争的关系也好，我认为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对这个世界也有好处。美国最近几年非常明显的跟很多的区域原来关系弄得不好，现在开始改善，跟非洲、跟南美、跟东盟跟印度、跟越南越南就大家现在这个看得很清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呢，是有一种更平衡的关系，因为很多的地方光只是中国一种势力的存在，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好。有了这个美国的平衡，那这些国家也可以找到更好的杠杆，像越南，对吧？一方面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是因为它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崛起，或者是经济的产业的转移，跟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一点它没办法去改变。另外就是它的区域毕竟是地理位置跟中国连接在一起，还有还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跟美国关系搞好，对它的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改变都是有帮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关系其实并不是大家所看到的是那么负面，而且尤其对于中国来讲也醒一醒就是说某一些产业确实是不如美国，某一些创新确实跟美国相差很远，也许你可以增加你自己的这个投入增加自己的这个进取之心，我觉得整个世界实际上在朝一个表面上好像很混乱好像是沉默都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其实整体的世界其实是更加平衡的。布林肯国务卿这个讲话，他的完整的全文，我们华尔街电视呢把它进行了这个翻译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也很专业的一个演讲当然，他的前部分的判断是很准确的现在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好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面临着中国这样一个新的独裁的走向美国的老办法不行了这就是美国他在这个外交和国际政治里面喜欢有一种对抗的这么一个哲理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很容易站在这么一个角度。事实上呢，我觉得中美关系未来恰恰会
朝廷走向一个更加交错的这么一段关系。因为如果脱离了任何一方，对自己的伤害都是非常之大的。美国的大学不仅是有大学生的这个资源，是大学的生存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那美国的大学那些设计师如果离开了中国，那些聪明的科学家，那很难认准啊。昨天在华尔街论坛讲了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老校长的一个讲话，早一段时间斯坦福大学很多的这个科学家一起的签名，不是亚裔的。来要求中美之间的这种学术大学之间交流进行。那么华尔街硅谷一般认为是因为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跟中国搞好关系，但是事实上，华尔街的利益或者是硅谷的利益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家的情绪仍然是存在的，大家的隔膜或者是敌对的这种感觉是存在的，但是现实比这个理想会有更大的力量，让大家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怎么去看待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就直接民主了？我当然是非常不同意盛平的观点中国上一次的民主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中国下一步就不走向民主。我不认为中国还有自己真正有别于民主之路的另外一条路出来。民主是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几乎没有任何出路可以代替中国自己的探索。只是说什么叫民主的道路怎么去有一些具体的内涵的调整，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认为中国会走向一个反民主的道路。今天可能会出现某一种现象，但是未来一定是走向民主化。哎，国阳教授，你现在在线上吗？OK，请你把麦克风打开，就可以继续你的发言。好，好，谢谢。刚才这个和平先生分析得非常透彻那么这一次这个布林肯的这个演讲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有理想性的一个表述的一次演讲，但是呢，他对于美国只有正面的一种理想跟道义上的一个表述，而对于美国对于国际所造成的种种的问题，他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反省。我们相信他怀着使命感来从事外交工作是好的，也可以让世界维系他比较正面的光明的能量，而不会沦落到一个专制的政权势力不断扩张的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呢，美国对于国际社会所造成的问题，他应该要深刻的反省，特别是目前100个左右的南方国家，所以南方国家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都对于美国过去为了维持一个国家的霸权，或者是维系经济先进富裕国家的利益，而漠视甚至侵犯了众多弱小国家的经济利益，在这一点他并没有深刻的反省。而今天美国加强跟世界的连结，他在演讲中讲了很多，这是必要的，但是目的应该都是为了围堵中国而是不是有真心诚意来帮助后进国家的发展，却大有问题。因为他们所提出的对策是远远不够的，而只有在对中国围堵，对俄罗斯围堵有积极作用的国家，他才去拉拢，那么对于其他后进国家，他是姿态做得很多，但实质的帮助是非常少。你比如最近 G20 的会议让非洲联盟加入，像欧盟一样，那么可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对于非洲做了多少好事，非常有限。现在又有什么计划来帮助非洲，也是非常有限。中南美洲，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掠夺者，而不是一个帮助者。所以，中南美洲到现在，多数国家发展都还是非常落后的局面，而且对于美国是怨声载道。他们甚至现在寄希望于中国，在一个“一带一路”以及其他的经济贸易措施上面的优惠，扶助帮助他们发展，甚至像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
啊，甚至想要去美元化。那么最近美国积极拉拢印度跟越南，那过去美国对印度跟越南帮助了什么呢？啊，越南今天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中国啊的一个啊产业上的一个这个相互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接收接收中国的货比较产业就是比较技术和资金没那么密集的产业才发展起来。那么印度过去走这个不结盟路线，实际上美国对印度的发展又有多大的帮助呢？那么其他的你像中东国家，美国是中东一个很多冲突的一个加害者甚至是这个制造中东混乱，而且利用中东的石油美元来加强美元的国际地位，来加强美国对世界的经济的一个支配的一个工具吧。所以中东国家现在也是纷纷的跟美国这个关系疏远，甚至投入到这个跟中国更紧密的关系，而美国现在才开始要去挽救它在中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看看美国，它是怀抱的理想没有错，但是过去做的太多太多的事情，是为了美国一己的利益，或者是为G7 之类的先进经济体的一个利益，而让众多的南方国家、后进国家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各种发展需的资金需求美国以及美国掌控下的世界银行之类的组织，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帮助。那么，甚至不断的把它通货膨胀输出，把他们的美金不断的进进出出各个国家对各国资金的货币的稳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波动的影响。所以今年美国有理想来这个维系所谓自由民主体制在全世界的一个普行普世价值的一个实践，我们是非常支持、非常肯定的。但是美国也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它过去以来对世界其他的后进国家造成了多少伤害，而它又有什么样对战方法来帮助后进国家来积极快速的发展。刚才麦克风关掉了啊，谢谢这个国山教授的这个分析啊。到底布林肯的这次谈话，我想对美国过去2年半来拜登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对华政策有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的这个梳理啊。那我们会持续来观察，到底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尤其在面临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拜登或者布林肯会提出怎么样的一个对华政策，或者是正如刚才和平提到的中美关系的未来的走向啊，怎么样交错法，这个交错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中国研究院会继续来观察这个问题。第四个，今天讨论的议题，谈谈华为啊，华为新的 Mate 60 Pro 手机啊，7纳米的 5G 手机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各方都在看啊，在拆机解谜，到底里面的芯片是怎么样，怎么来源？现在有两个观察的焦点，就是美国对中国芯片的管制跟封锁会不会更加严厉？这第一个焦点，我想请教这个盛平。第二个就是说，到底这个科技这种发展呢，中美之间为这个科技所谓卡脖子的问题，除了这个芯片的封锁之外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之间，因为华为这个手机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的问题，包括这个之间中美之间到底未来科技会怎么样的管制啦，或者这种出口啦，或者说对中国投资科技，那中国大陆的创新自主又能够怎么样实现多少？那盛明怎么看？从华为来看呢，它前2年它确实在生死的边缘，就没有人想到它突然会推出这个手机。但从今年上半年的报表，它已经是盈利了，而盈利是大概460多亿吧，就基本上可以说全年它的盈利会在1000亿以上，它应该是又开始复活了。至于这个手机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的说呢，它就是一些以前储存的芯片，他自己根本没搞出来，也有一些说呢，他那个是就良率非常低的芯片，也就是说那个代价极大，就你做出来好的那个产品非常少。实际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个
做个测验，就是看他能卖多少。如果良率非常低的话，也就是他是在亏本在卖这个手机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大量的卖，所以卖到最后，他的公司就亏光了。但从他上半年看到他的400多亿的利润来讲呢，所谓的良率很低这个说法呢，应该站不住，否则就是你多卖一个，你多亏一个嘛，他应该的利润会比去年更少才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在芯片上他是有所突破，突破到什么程度，这是专家的事情，就我并不懂这个东西。但从世界历史上来说，只要是你去限制一个国家，基本上的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个国家这方面的，你要么把它彻底是打垮了，你要打不垮的话，凡是打不死的，活起来都比原来还会更厉害。我刚才盛明提到了这个良率的问题，确实是大家讨论焦点。这个胡斌，你怎么样看待这个所谓华为这些手机？很多人这个专家了，很多科技专家了解说，它的良率很低，成本很高。那刚才这个盛明提到，因为我们都不是科技专家，我们也不是手机专家啊。那荷兰最大的世界上光刻机啊 ASML， 它生产的这个这次，像很多人解读，这次华为是送它的这个 DUV， 就之前有所拥有的，现在已经被禁令了啊，所以未来所谓的 EUV 这种光刻机很难拿到，根本拿不到，也没有管道了，美国会更加严厉嘛。所以你怎么样看待中国这个华为的这个手机发展这一次，还有是不是真的突破了美国的芯片管制？我想这次华为手机这个出现，当然会使西方，算是美国，会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封锁啊。但同时，这件事本身也告诉我们呢，这个西方的封锁，它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中国毕竟它也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在这些方面是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就像我原来讲过的，你在这个高科技方面，以中国的这种体制，如果一件事情是已经搞成了，别人都搞出来了啊，那么你中国可以利用你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所谓优势去攻关，因此呢，去花很大的力量在这方面呢取得进展。那这个一般这种像这种专制国家在高科技方面，它的弱势是它缺少真正的创新的力量，因为真正的创新都不是靠着所谓中央政府的这个鼎力支持，而是靠着一种自由研究的环境这么形成的。因为它既然叫创新，就是人们是无中生有，人们不知道在这方面会取得这么一种重大的突破啊。而你中国政府你搞的那一套所谓攻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那必定是你要解决的是已经知道的事情，你已经知道在某个领域里头有重要的科技成就，那么只不过你不知道这是怎么样造成的，你可以集中力量去攻关、去突破，所以在别人换句话说，在对于那种就是别人已经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别人已经有的，我们也可以有这些领域中间，那你专制体制可以有多少有这么一些优势。但是对于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创新，那这个专制国家确实就有它这种天生的弱点。那相反呢，在自由世界里头，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它就享有很大的优势。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凡是重大的、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这些创造发明，都是发生在自由世界，而在专制国家从来没有成，没在这方面没有突破过。但是专制国家在已经别人已经取得的成果，这方面呢，他要去跟进，要去赶追赶你，这点他可能是有成果的啊。那么所以就像看到在华为、在手机、在芯片上，这个别人都已经有了呀，那你去想办法去做，等于就跟我们学生做题似的，你知道那道题有几，然后大家都去做那道题，那当然，大家也不傻，那当然就做出来了啊。但是真正的难题是，你不知道连题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或者知道题了，你不知道它有解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是华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并不让人奇怪。它一方面可以表示像中国政府自己所说的中国这种体制的一些某种优势，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呢，它无法弥补、无法克服
这种体制带来的这种天生的劣势，就是在真正具有创新方面，它这个是先天不足的。所以在这点上来看呢，那、当然话，但是话说回来呢，我们也不能低估一个专制政权在学习追赶别人方面这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和它可能造成的这些危害性。因为你到后来可能决定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些力量对比的，还不在于一些最新的科学发明，而在于一些已经有了的一些科学发明、一些发明创造。那个哪一方能够把它发展到更成熟、更发展到极致？所以就像那个拿核武器来说，那固然是西方先发现、先发明的，但是呢，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那你苏联在这方面并不，和美国相比，它并不弱啊。所以来说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方面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呢，确实，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世界，它对于创新，它是具有天然的优势。而这一点呢，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是永远赶不上的。但另一方面呢，对于已经取得的科学成就，那么专制国家可以发挥它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给追上来、赶上来，那你现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华为手机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呢，它毕竟它也是在追赶别人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创新的能力，并没有任何的新的突破。所以这点的这个，我觉得西方它的优势依然是很明显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西方会进一步的强化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方面的一些可能的封锁。但是呢，就像华为的成功一样，我们不能高估这种封锁它的效果。它的能封锁能起到作用，它作用是有限的。它毕竟是有限的。西方的更大的优势还不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较量，我觉得要从这么好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我不晓得胡平或者是国阳教授有没有用过华为手机啊？我不晓得你们用过没有。不过这一款那个新机啊，它是首一款可以支援卫星通话的智慧型手机哈、啊。所以国阳教授，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华为这个手机？华为的手机已经发布了十几天了哈。那么现在听说卖得很好。全世界各国啊，这个都在这研究啊，它这个手机是怎么造出来的？那么，所以现在世界上呢，啊，流行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它的手机啊，这个拆解开来啊，仔细的检测，还有仔细的端详哈、啊，那么变成是一个什么情况？叫啊，拆机解谜的这种游戏啊，现在大家都在做。那么初步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认为华为的新机呢是使用中国半导体龙头就中芯科技研发的麒麟 9000S， 是一种7奈米的芯片啊，也是晶片。那么许多检测结果显示呢 ，MS60 的运作速度跟那个 Apple 最新款的哈 5G iPhone 5G 的手机啊一样快，也就速度一点都没有比较慢。也就是现在全世界最快的啊，也是中国本土啊生产的手机最优质、最先进的一个啊手机啊。但是呢，虽然中国的官方和一些官方的媒体认为手机佩戴的高科技7奈米的芯片，到成为能够以高轨卫星通讯的手机，是华为突破美国一系列制裁的一个证明啊，那么更象征中国啊半导体创新自主的未来指日可待。那目前中国大陆全国各地啊，它这个大排长龙，就拼命要去购买这手机，但是远远不足市场的需求啊。他认为第一年本来估计可以卖600万只，现在已经估计可以卖1800万只啊，所以这当然有一些爱国主义的成分、民族主义的成分啊在推动，但是很重要，这个手机确实是品质不错啊，跟世界最先进的啊这个品质的手机呢可以一比高下。那我们现在就讲说这个手机这个华为这个突破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意义就是美国的封锁啊是被突破，当然不是全面性突破，但至少在先进半导体的设计
制造和设备上面，它获得了突破。这怎么突破呢？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用简单的比喻来讲啊，就是说美国啊给中国做一个限制，比如说你从 A 点啊走到 B 点，那么现在世界各国呢已经可以走到快到 C 点，他就让你中国只走到 B 点，B 以后把你路封住不让你走。可是中国的现在华为，它就走巷道，它不走啊各国走的大道啊，美国走的大道，它走巷道。从巷子巷弄里头走出他的路子，现在他也到了 B 点了啊，到了这个从你往西点走，他现在在追赶，他也不走他的你所走的大道，他也继续走他的巷道，继续走巷道，说不定你到西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或者他比你先到 D 点，哎，D 点就是说他现在你阻绝他正规的路径。他就想方设法用走别的路子，用别的方法来达成同样的效果，甚至超越。所以现在的这个华为手机啊，这个突破并不是因为华为手机重新进入市场，而更重要的是华为手机的突破，代表了对于美国啊的一个高科技封锁、芯片制造啊设计制造到这个设备。封锁的一个突破，而这一点突破有可能带动其他多方面的突破。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现在担忧的，是不是我们的制裁手段已经失灵了，无效了那么还是只是中国投机取巧这个弄了一点技术，然后达到目前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今天。美国的各种的封锁中国高科技啊，尤其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途径，是不是被中国识破而找到各种突破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现在有一种猜测了哈，就是说，包括台湾在内，那么很多向美国采购半导体设备的厂商，他提早报销然后把报销货的机器。设备卖给中国大陆比如说你这个设备可以用5年的，我现在3年就报销，而我卖给中国大陆厂商的价格是比我当初买的时候价格还要高，哎，这又赚一手。那诸如此类的，那么当然也有人讲是中国现在因为到处都是那个运算用的晶片这个挖矿运算的晶片，甚至是挖矿运算的晶片在过去，中芯也已经制造过，而且是世界先进。那么这些太多太多的芯片散布在中国各地，是不是被华为拿来作为一个实验让他从众多实验里头找出方法来突破你的科技封锁？那么这也是一个说法呀。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我们就无法现在无法完全判定它是如何突破。所以未来呢，美国必然去检讨它的制裁方法是不是有很多漏洞被中国钻空子？那么这些漏洞如何防？是不是要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跟这个限制？可是如果采取更多的措施的话，那么造成这个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中国必然更寻求创新自主而去加速它脱钩。而能够发展的一个科技的路子，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么第二可能性就是你的厂商的市场失去了很多失去很多之后，那么像美国很多高这半导体厂商，它的这个市场30%、20%在中国大陆，那么你如果限制的更严，让他们根本就无法行销到中国大陆，那这些这个高科技厂商它的研发能力。或者是他的这个经营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中国大陆如果研发出不同于你的体系的一种技术，那么将来世界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业就变成脱钩，变成两大市场，而你美国呢只能在这个市场上面占有优势，
另外一个市场根本进不去。这长远来讲，是不是对美国科技产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限制是很容易的啊，限制很容易，但是限制的后遗症是不是自己也要承受啊？这也是美国必须考虑的问题。华为新手机啊，这个惹出了大家的关注啊。那这个关注未来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在猜解，我们不晓得这个谜到底最终是怎么样。不过台湾华为的手机啊，我们来谈谈这个印度跟越南。上个礼拜我们中国研究院讨论了印度的问题哈。啊，印度的资源，印度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跟竞争关系，这一次我们今天这礼拜把越南这个加进来，因为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刚刚结束一天旋风的这个越南访问呢，这是过去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首位现任总统啊访问越南，这个曾经昔日的敌人啊，曾经经过战争的伤痕，今天已经变成站在同一路上，而且签约变成所谓的战略全面战略和伙伴关系嘛。那美越之间的关系跟美印之间的关系啊，从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跟拜登之间的谈话，这个提到了这个印度跟美国之间已经只有温暖信任，没有不信任跟不确定啊。那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我看到五文上也提到了昔日的敌人，今天已经变成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在全国的全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啊，是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跟。这个典范哈、啊，那另外阮富仲啊，这个是越共的这个总书记也提到了，搁置过去，克服分歧，促进相同，面向未来哈、啊，所以感觉出来越南这个跟印度之间，还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啊，越来越不一样。胡斌，你怎么样来看待美越之间的关系跟美印之间的关系，到底对中国的影响多大？我想谈谈越南，把越南和中国做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80年代，那么越南、苏联、东欧，也包括中国，那都在开始改革。而那个时候80年代的改革呢，都是既是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的成分。那个时候都是比较一样的。那么64就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64之后，像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继续朝着既经济改革也政治改革的方向在前进。最后就完成了制度的转型，而中国呢就有了六四屠杀啊，那么在政治上的改革就完全终止，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而经济上依然在继续改革，而且还在深化改革，就造成所谓中国道路啊。而越南在这中间呢，它起初在六四之后，起初一段时间内呢，还是在沿着80年代那个路线在前进，也就是既搞经济改革也要搞政治改革。基本上和当时的苏联、东欧的路线比较接近，可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也是因为中国在六四之后重新站稳了脚跟，而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的改革呢，那就把共产党的专制，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也给改掉了。这么一来呢，在越南它就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它就转而效仿中国了，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就是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越南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显然和苏联东欧不一样，而和中国更类似，也就是在深化经济改革，但呢政治改革呢是止步不前，依然在坚持它的维护它的一党专制，但是和中国相比呢，它还毕竟还是不一样，就是它没有发生像八九民运那么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抗运动。也没有像发生六四这么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因此在越共的党内，在越共上层，越南的赵紫阳就还在呢，没有清除出局啊。另外，越南的民间因为毕竟没有受到像六四屠杀那么严厉的打压，因此民间的呢也比中国的民间呢要多少要多一些勇气，多一些活力，这就使得今天的越南。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效仿中国，走这种只经济改革不政治改革这条道路。但另一方面呢，它内部的包括党内的要求政治改革的这个力量，那就比中国还是要大得多。来自民间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力量呢，也不可低估。这么一来，也就是说，越南，就是，被这个。走出一条和中国目前不一样的路子，这种机会
就要比中国大得多。也就是越南在今后在从事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政治改革，开始政治民主化啊，在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就要比中国大得多。那么现在他和美国结成这么友好的关系，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然就会担心，就是说你美国是不是会重犯和当年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那种错误呢？到头来你是帮了越南的忙，结果帮了忙的越南呢，还是并没有使帮助越南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尽管是帮助，由于你的帮，你们这种合作关系，使越南的经济在别的方面有了很快的发展，但是呢，依然它还要维持一党专制，就像美国在过去这么20年来在中国的做法引出的后果一样啊。那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美国之所以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呢，第一，他觉得主要是要为了对付中国啊。那你拉拢越南，首先能够强化他对付中国的力量，特别在经济上，对吧？他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这种市场啊、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啊，那越南就多多少少是可以起一些这个替补的作用。所以，他从首先是出于着眼于对付中国，所以他愿意强化和越南的关系啊。至于这种强化和越南的关系结果呢，我想他这个，因为像我刚才谈到，越南本来在党内也好，在民间也好，走上自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道路的这种机会就比中国要大啊。那么他通过现在和美国的进一步加强关系，会不会使这方面的力量有更大的增长？也就是说，会不会促进越南就是加大了越南向自由化方面、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方面转变的趋势？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存在的。因此总的来说呢，美国加强和越南的关系，多半他的五项从后果来看，恐怕多半还是好的后果的，这可能性会大一些。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呢，他对你依然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国，包括对西方已经构成了强有力挑战的中国来说呢，他当然就是一种削弱。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他当然你也不能高估这种，那还看下面一步越南的走向。如果越南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最后比中国更早的就走上自由民主的这种改革的道路，那当然他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挑战就会来得更强大，而且他这么一来呢，也使得美国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方面，就是从美国的角度能够取得的更多的这个成就，这个是这种情况，当然到底会出现怎么样呢？这个还有待观察。那整个来说呢？美国和越南加强关系来说，它是为了削弱中国对它的挑战，在这点来说，应该说它是肯定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这个关教授，你怎么看呢？这个越南不是东盟的人口最大国啊，这个印尼跟菲律宾人口还比较多，但是越南是算上亿人口。美国选择越南，美国印度的关系，就是陈龙刚才和胡斌提到了，你觉得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对中国？越南跟印度它一样，目前都是在这中哈战略斗争越的情况之下，它被两方很看重，中国很看重越积极跟越南发展各方面的关系，那美国也非常看重越南，积极跟越南关系，用越南来抗衡中国。抗衡中国有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是南海的这个主权争端，那么越南是重要的这个伸索国家之一，而且呢，它现在所占领的岛礁是远远中国那么所以美国要在南海跟中国这个争取或者是压制中国所谓的领土主权的主张，那么越南是个非常好运用的一个国家，就如同美国去运用菲律宾那么越南现在这拜登非常重视，他宁不去这个东盟
会议的国家，开他到了这个印度之后到了越南，就是布隆越南的一用心的明确，他现在已经签订战略伙伴关系，这伙伴关系呢，越南对外关系中最高的一个等级，那么现在跟美国建立起来了。所以，美国第一个，它是要利用越南来在南海的主权争端上面来支持美国，来抗衡中国。那个越南在美国所期望人的产业链的转移上面，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落脚之处，也就是要打击中国的经济，要压制中国的经济，那么就必须拆解中国的产业链。让产业链移入中国，有的到印度，有的移到这个泰国，但是也有非常多已经移到越南，因为越南本来就在这个产业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虽然它比较低端的那一层，但是呢，现在中国很多的比低端高一个技术密集的。的工厂往越南走，越南呢，它各种条件有些是优于中国，比如说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还有人勤奋程度也下于中国，那它在其他的人民技术的水平还有建设或者政府的制度它都还有问题，那么至少。它在这个中国的产业链转移过程中，是非常好的一个落脚之处了。那么第三个呢，越南过去它在中俄中国跟俄罗斯苏联斗争的时候，那它选择了俄罗斯，然后被中国狠狠的教训了一次1979年邓小平这个执行发动的一次这个惩罚越战争那么现在呢，越南又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做选择，那么越南过去坦白讲是跟中国近，因为经济上的关联性比较大而且地缘上的这个这个位置比较接近容易有种摩擦，所以他也希望基于国际的考虑，不要中国闹翻。那么现在呢，他看积极拉拢，不但在安全上面提。协助，也在经济发展中，他协助他接收更多的产业链转移后的一个一个经济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所以越南现在非常乐意跟美国保持为发展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也不愿意对中国，不愿意跟我闹翻，他跟印度在这一点上是。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左右逢源既有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好处，也有美国安全上或经济上提供的好处。所以越南现在它不会全面的倒向美，而是在谨慎的维持国不闹翻、不撕破脸的关系的前提下面，跟美国发展更好的关系所以越南现在呢？是进入到一个两方面共同追求的一个美好的位置，所以他应该是利用这个机遇来发展他的经济。这个国安教授，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台湾的大选，所以等一下请你可能要退出这个网络，重新再进来一下，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啊。等一下，那盛明，我想接着这个美国印度的关系哈，我想就直接问你，就是说以前美国联中制俄。现在你觉得美国联印制中，或者说联越制中，这个策略会成功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呢，很明显，美国现在在构筑一个呢对中国的一个包围圈，而且对逐步吧？形成，几乎快形成对，几乎不择手段的在搞这么一个东西。那也就是说呢，这只会就是加强两国之间的敌意或者恶意，对中美两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我这儿呢就讲两个人，一个达里奥，
一个基辛格，这两个人呢都是对中国相当了解的。基辛格去了超过100次，就过去50多年。达里奥呢是长期在中国，他在中国投资恐怕是最多的一个西方的投资家，他是桥水基金的那个掌门人。他曾经达里奥呢跟索罗斯有一个辩论，索罗斯认为呢中国现在已经走到末路了。对世界是威胁，他说习近平是开放世界的最大的威胁。那中国呢，在崩溃的边缘，而达利奥呢认为呢，中国现在的国运正盛。那索罗斯这个人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他支持赵紫阳搞了改革开放基金会，到80年代，到90年代呢，他做空港币，他是大亏了一笔。再到以后呢，他对那种工资自由派基本上的支持吧，到美国来的 NED 一般给钱，索罗斯就会 match 同样多的钱，很多我们认识的人都拿过他的钱。再到他最后呢，就是给隔壁站台，他在一次呢会谈上他说，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大的敌人，所以外界要把希望放到那些秉持了儒家传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身上，指的就是王岐山。但王岐山呢，当场呢，就予以反驳吧，就是做一解释，就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索罗斯对中国的从上个世纪起，无论是他投资也好，投机也好，他都没有对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在中国一般工资的水平。而达利奥呢，对中国的了解呢，他在那儿长期的待在那儿，写过关于中国的书，也在那儿呢投了30亿美金，差不多200亿人民币吧。但是就是这个达里奥呢，在今年5月份，他去年就今年4月份呢，他去了中国，去了几个星期。5月份他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说呢，中美交战迫在眉睫。而且呢，他还给中美双方提了他的三点期望。就说，即使中美要开战的话，也希望双方呢守住三条底线。第一条呢，就绝对不要攻击对方的本土；第二条，解放军和美军绝对不要杀死对方一个作战人员，就换句话说是代理人战争，不能直接兵戎相见；第三条，绝对不要使用核武器。那他在中国的投资呢，他基本上全部清空。他清空投资，不是说他对中国不看好了，对中国的经济，我们刚才也讨论过中国经济，而是对中美关系不看好。这两国一旦交战的话，我相信中国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全部第一时间冻结，包括那250多个上市的公司，美国在中国的资产也会被全部冻结，不管你是亲中的还是反中的，不管你是达里奥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双方一定会干这个事。俄乌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干了，包括就是我们这些在先做节目这些人，他也不会管你是亲中的还是反中的，大概是华人都会得到差不多的待遇，当除非一些特殊的人之外，这是达里奥做的一件事。他对中国的经济极其看好，但对中美关系极不看好。在他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大概不到3个星期，基辛格呢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7个多小时。讲的跟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中美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他说，如果中美两国不放弃把对方看成是自己战略威胁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的话，那两国开战就是个大概率事件。而且他认为的这个窗口期呢，只有5到10年，就中美必须学会在一个星球上共同的和平的没有敌意的生存，而不是像现在的不停地制造仇恨。我以前也说过，就是中美之间就是三条底线，就或者说中美关系就三句话可以概括。第一条，就谁也灭不掉谁，这是核时代决定的，双方都有呢足够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第二条呢，谁也离不开谁，这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一体化决定的。第三条呢，谁也不相信谁。
现在三条都发生了变化。第一条呢，有人希望呢，利用现在中美还有的这个核差距，就7000对300这个差距呢，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不停地给美国政府在发东西，就是和平中国宜早不宜迟，用核武器平掉中国。当中国有了4位数的以后呢，就没这个机会了。第二条也发生了变化，就经济一体化。现在经济显然在逆全球化的走，不是全球化。用香港一位商人陈启中的话说呢，逆全球化的原因就是老大不让老二呢篡党夺权，超过他，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第三条最其实是人为的，第三条就谁也不相信是这一条，那实际上就是呢两国中间一些极端分子造成的，就中国的一群战狼和美国一群疯狗。就现在我们在看的各种媒体，自媒体也好，官方媒体也好，都在制造这种仇恨。而像达里奥、像基辛格这些有智慧的人、看得到的人呢，他们是想消除这种仇恨。基辛格到中国去100岁了，有人说他是要去换肾，有人说他是想再骗点钱花，他至于吗？他其实就是不想他这一生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打开了中国的破冰之旅，把中国引向了世界，恢复了中美关系。他不愿意在他死后呢，这一切呢又付之东流。他如果说他图点什么的话，我相信这就是他图的东西。这声明我打个岔，我可以直接请教你，中美是不是终究一战？然后如果中美还不想死的话，一定要避免这一战，因为人类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人类的疯狂和愚蠢几乎是无限的。这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核大国开战真的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你要想在开战了以后还能够控制住自己，比如说美国把中国的辽宁号、山东号击沉了，中国会不会报复美国的日本的基地？如果中国报复了，美国会不会对中国本土又发起攻击？发起攻击以后，中国会不会呢？用那点剩余下来的，对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发起攻击？这些东西谁都控制不住。就核大国在核时代，只有中苏有过一个非常小的冲突。那个时候，中国的核武器是少得可怜，是吧？69年有过一次珍宝岛几十个人的伤亡、死亡吧。然后70年在边境上，苏联的报复了一下，也差不多是同等规模的。就核大国直接兵戎相见，就这一次，或者就这两次。从博弈论的角度讲，所以就是核战略的角度来讲，核大国要么不开战，要开战大概率恐怕就是核战，就是先把对方的牙齿拔掉，把对方的核武器打掉。尤其当你的第二副牙齿还没长全的时候，所谓的 second strike capability 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东西，这就为什么像基辛格也好，达里奥也好，包括米尔斯海默这些人，在谈到中苏问题的时候，就中美问题，在谈到俄美问题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这个背景，就核武器这个背景。很多人是不懂这个东西，包括编一些故事，说什么马斯克讲的他的心念如何厉害，说你再试试看，你再打我，我叫你的所有的俄罗斯的核武器全部给你折回到你自己来的地方去，没有任何国家有那个能力。就最后还是爱因斯坦在临死之前的 Princeton 讲那个话，记者问他第三次大战怎么打，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四次怎么打，他们会用石头和棍子打。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边缘，中国发射一枚核弹到美国，不会超过30分钟，从西北的基地发射就能到达纽约。美国发射一枚到中国的北京、上海，不会超过5分钟，因为它就在中国近海发射，没有办法拦截。这这个个是，我觉得，我补充一句啊，哎，就不会。是防止核战争呢，毫无疑问是，我相信是各方面比较理智的人的一个共同的愿望，这个不是问题。不过在对中国问题上，
当然，其实打开中国大门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来说，恐怕更多的还是基辛格的尼克松做的事情。基辛格在中间起的作用，应该说，不会比尼克松更大。但是显然，对于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关系，到后来，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是有很大分歧的。那你所以尼克松在去世之前，94年的时候就发表过这种讲话，他说他就担心。他们是不，我们是不是造成了一个弗莱肯斯坦，那就是雪莱夫人那个小说，科幻小说里讲的嘛，意思就是说你自己造成了一个怪物，也就是用中国话就叫所谓养虎遗患。就尼克松就有这种担忧，而基辛格从来没有表示过这种担忧。那他当然就是尼克松，他就比较重视一些至少自由国家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如果你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变得很强大，而这个中国依然是个敌视普世价值的国家，那就和你当时美国这个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呢，你的初衷就是完全背道而驰了嘛？问题在这儿，其实包括在和对中国的看法，像索罗斯啊这些和基辛格和达里奥他们区别也在这个地方。那不是双方各方都意识到。所谓中国崛起这么一个事实那索罗斯他们当然认为这个对于自由世界人类的自由的这个就是个威胁，而另一方面呢，他们根本就忽视不认为这是个价值，把价值观是看得很轻而且他们就认为呢，这是其实我原来讲过，西方可能在摆脱了第一个认识误区之后，可能堕入的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误区了。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看到的，原来他们西方以为和中国发展更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起来了，就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民主啊。那么这个后来他们发现错了，没这么回事儿。那么他们可能进入的第二个误区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之所以原来他们的预想落空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认识错了那就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这个。不会走向自由民主的这是中国的特性，也就普世价值并不是普世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所以，如果当西方如果这么看了，就是忽视或者不承认或者看不到中国人也有追求普世价值的这么一种强烈的冲动而误以为现在中共通过强权，通过六次屠杀所强加给中国的这么一种状态，是一种永恒的状态，是一种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所决定的一个状态，那就进入第二个误区了那这个结果肯定很糟糕。现在很多包括他们一些像基辛格他们鼓吹的两个这个核大国要和平共处，是恰恰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的，认为中国是不可以、不可能改变的。你要指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这么说的结果呢？那必然你这种说法本身才可能是导致这个核战争的因为你认为两个价值观这么两个这么大的国家又都有核武器，他们在价值观上又如此的不同，那么当然就存在着互相威胁、互相挑战。你的存在本身对我就是个威胁，就是一个挑战，那才难以消解的。反过来，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中国和美国也好，他们其实作为人类。他们毕竟还是有共同，遵循、共同追求的这么一些价值观，因此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还是大家还是会走到一块儿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才可能认为这个避免核战争是一件是也绝对有把握的事情。而你像现他像基辛格这种说法，他说了多少年了？为什么现在变得更大家变得这个更紧张了呢？就是如果你认为中国就是这种集权体制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你想，在这种全球化的这个世界上，它两个国家怎么会不互相影响？怎么不会这个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而你怎么样避免如何使大家冲突不至于发展到非常严重的这个程度？所以从根本上讲呢，其实也就在于你人类毕竟确实是有普世价值这么回事情。你中国八九民运那就是个明显例证嘛。我一再强调。中国的八九民运那么多人参加，那么大的规模，包括党内有那么多人都同情和支持，而那个就是发自，是产生于中国自己的经验，中国当时80年代要求自由民主，并不是西方的影响，
这和我们这一代人要求自由民主，和老一代人，和胡适也好啊，容闳也好，严复、康有为、林小平、聂超、孙中山，他们都不一样。我们是一种完全闭塞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的成长不是我们受到西方的这个教育，获得了那些自由民主理念，才有了这种愿望。相反，是我们的亲身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对自由民主这么种理念的这个追求。这个包括在中共党内，乃至于像习近平的父亲，都会要提出，要建议要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那显然就是因为过去中共这个以言论之罪搞得太普遍，以至于连党内连那么高地位的人都在所难免。所以这是个共同的要求。所以中国自己走向，在毛去世之后，要求这个有这种自由化、这种民主化的这么种这个浪潮。它首先是个自发的一个内在发生的一个产物，这就最有就像苏联东欧一样，就像蒙古怎么样走向自由化民主化了呢？他那会儿连留学生都没有啊，他也没有搞市场经济呀，那过去在文化上也和其他共产国家一样是搞很是极端封闭的呀，那就是他内在的要求嘛。所以从共产国家他们自己摆脱共产党那一套，包括你这个什么要计划经济啊，过公有制啊，走向市场经济这个道路，以及摆脱一党专制，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那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因为它是适合于所有人类的。因为这些国家自己就产生了对这些东西的一个追求，所以我觉得你最后必然还是要回到这个价值观上。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中国最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误以为中国没有要求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价值的追求而认为现在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这种状态就是中国的一种永恒的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这么一种状态。那这种观念呢，我想才是最危险的一种观念。好，谢谢吴斌啊，不晓得 Brinken 有没有听到你的讲话，听到这个中国的这本质啊。好，我们谈完这个印度跟越南的崛起，到底对中国威胁有多大之后呢，最后一点时间呢，谈谈明年啊，美国总统大选跟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美国这个拜登啊，那么高龄要参选，这个方面质疑声很大。那到底还会不会选？贺锦丽也继续搭档啊？那这个还是一个疑问。不过台湾啊。独立参选的这个富士康前这个创办人这郭台铭啊，选择的台湾的艺人呢赖佩霞，我想很多人可能不晓得赖佩霞是谁啊。最近演了一部电影啊，演一部电视剧的人选之人啊，那选一个所谓演一个所谓总统候选人，那当然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剧情让郭台铭选择他哈。这个国强教授，你怎么样来看待郭台铭挑选的赖佩霞？还有他挑赖佩霞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后面是不是还有下一步棋他要走？在您发言之前，先把你麦克风开，打开，因为我刚才看到你麦克风一下关了。好，谢谢国强教授，来，没有听到声音，再一次，那个没有，OK，好，可以了，现在可以吗？哈，可以，现在可以了，谢谢，这个郭台铭选择这个赖佩霞啊，基本上就反映郭台铭找不到具有政治专业素质的人啊，来担任他的副手，因为大家不看好他可以当选总统。更重要的，现在这个有政治专业素养的人，大部分各有所属的政党。他不可能去背叛他政党担任郭台铭的副手，所以他千挑万选之后，大部分都被拒绝了，最后选上赖佩霞。赖佩霞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一天，他一直是歌星，是演员。虽然他到中国大陆什么暨南大学、广州的暨南大学得到国际政治的博士学位。而且说他有证书，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样的学位是相当程度是赠送的，甚至是花钱缴了学费之后就可以得到的。本身做的这个学术专业训练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啊，当然是比一般的艺人高，但是呢，他比较侧重的一面是作为一个所谓身心灵的一个导师哈，就是人的一个这个修为或者是一个心灵的成长的一个导师，而这个呢，他是有著作，但是呢，究竟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可以说是各方议论不休，他一个艺人，他过去也演过电视剧，是担任总统的候选人啊。但是呢，是不是让郭台铭从这联想到泽伦斯基过去演过总统，后来居然当了总统？但无论如何，选一个从来没有政治经验的艺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败笔。而且现在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赖佩霞承认她有美国国籍，而中华民国虽然承认双重国籍，但是不容许有外国国籍的人竞选总统、副总统。那么现在她说赶快放弃美国国籍，放弃美国国籍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美国在台协会讲至少要3个月，而我上 ChatGPT 查，他讲4到8个月。才能够放弃掉。那么，台湾的总统选举是2个月过5天就要开始登记，你到时候根本就还保留了美国的国籍，你有什么资格去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所以，中央选举委员会绝对不会接受他去登记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虽然郭台铭选择了他是要进行全民联署，但全民联署是不做资格审查，可是你要登记为候选人，就必须做资格审查。而审查的重点就是你是不是有外国国籍啊？那赖佩霞根本过不了这一关嘛。那你郭台铭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产生第一个你无法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呢，因为你的副手，你选定的副手，而且一起联署的副手，你被证明是有外国国籍，那你就没有资格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嘛，所以第一个问题这样。那么如果在联署之前因为联署还有几天的时间才进行联署，去登记，先去登记你们俩正副总统核准之后你就去联署。如果在正式登记为联署这个程序之前，你放弃了赖佩霞，那么你就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判断力有严重问题的人，你怎么去选一个有外国国籍的人当你的副手啊？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问题，那就表示你的做事非常的疏忽那么严重那么重大问题你都不去查问，你就选择了他当副总统候选人。那么代表你根本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啊，那么这也是对他重大伤害啊。所以现在台湾今天大家在议论的重点是他赖佩霞可不可以在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之前完成他放弃美国国籍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按照各方面的说法是不可能的。你这样2个月多几天，就要登记为总统候选、副总统候选，那你放弃美国国籍，现在最有利于他的说法，就最快也要3个月呀，一般是4个月到6个月，那你放弃不了，你就选不了总统。所以现在这郭台铭呢，可能是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可能连总统都不选不成了，总统选不成之后那当然，他就永远不可能再来选总统那么，另外呢，他这个民意调查也是现在在三位在野党在野力量的候选人里头，他是最低的。有些民调说他不到10%的支持度了，那么其他人都20-30%，他连10%都不到的话，凭什么来选总统？而又凭什么去协调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候选人？来当他的副手，或者是他当老大，别人当他的跟班，
是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度。而你现在选择戴佩霞，不但没有加分作用，而且惹出这个美国国籍的大问题啊，那么更使得他声望难以提升。所以啊，我写过啊，上个礼拜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郭台铭啊，穷途末路，看起来他真的是穷途末路，原来还不一定。可是你选了戴佩霞之后，你无法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那你就是穷途末路。好，谢谢国阳教授分析。胡斌，你常常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台湾去了，不过你之前也到台湾参加过什么官选团了、啊，你也看过台湾的选举哈、啊。对，我们不谈实际东西，你从这一次在野党那么多人要出来参选，现在侯友宜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侯友宜现在人在纽约了哈、啊，在纽约访问，那马上要去 DC 还要去旧金山啊，这次在美国访问。赖清德这一次为什么现在民进党很多有关于贪腐的问题，包括这次跟巴西啊买了所谓的混蛋这个过期的时间的蛋啊到台湾去，由农委会由官方主导背后主导，然后卖给民间卖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要用很高价去买这个所谓的过期的蛋啊，包括说这个所谓余电供电，包括台电要去跟民间的这个所谓电源公司、民间发力公司用高价买过来啊，就类似这种事情。为什么台湾的民众对这样的看法还能够让赖清德现在所谓处于民调的最高点？那柯文哲明明现在白色的力量也不见得有起色，但是他为什么坚持还要参选？那郭台铭就像惹出这样的风骚，他为什么也要参选？你可不可以就整个现象来讲，来聊聊你的观察？当然其实台湾好几次选举都是绿营的对立面不集中分裂造成的。对，你想包括这个2000年那次选举，就是陈水扁上台那次选举，那就是连战的票和宋楚瑜的票分散嘛。因为宋楚瑜明明是名望更高，但是国民党呢非要把这个连战推出当候选人，那么宋楚瑜就脱党竞选啊，结果他的票还是和居然还是比居然比还是比连战高。如果他们两个票集中在一起，那当时陈水扁只是三分之一多一点点嘛，所以那次陈水扁可能就当选不上了。所以等到下一次连战两个连宋结合了，那已经错过那个时机了，所以就还是不成。那次就很明显的，在2000年那次竞选中，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分裂，通过一种比较好的初选方式确定更最有利的一个候选人，那次国民党不见得会失败。这次有类似的情况，这次整个形势本来大背景应该说是对国民党比较有利的，对民进党不利的，因为民进党毕竟已经执政了8年，按照人们选民的习惯的心理，所谓钟摆效应，他也该摆过来了。那这次我觉得他依然也是，以国民党推出的这个竞选人候选人，比较无力啊。尽管人们对侯有这样那样的评价，但是我一看，我觉得他就，他不是一个掌舵的人吧？他就是很好的一个一个划桨的人啊，他是个办事的人啊，他不是一个，而总统他主要是要拿，就是掌握方向的人，是要这种总统的格局的人。而他呢，恰恰缺少这一点啊。那你这么一来，那当然何况本来就有一个白党在那儿，本来就柯文哲在那儿啊。而柯文哲他要有相当的影响力，那当然柯文哲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当然柯文哲他本来就要竞选，而你国民党方面推出这么侯友谊这么一个比较无力的人，基本上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他出来竞选，那蓝营基本上就胜不了。那么这么一来，郭台铭啊这些出来，都来共同瓜分一些就是非绿营的这么一些票源，使得他票更为分散，所以到头大家就认为这个赖清德肯定就是躺着到赢，我觉得他是这么造成的。其实这个就是赖，这是民进党他的一个特点。民进党其实内部一直也是争论很大，派系也很多，打得很凶啊，但是呢每次他们都能在大选前夕能够做到整合啊，所以不管原来吵多凶，到了最后他们总能推出一个对他们来党这个本党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利的一个候选人。而一旦推出来之后呢，这个候选人能
就基本上能够比较充分的把他们这一派的这个票源都吸收到了自己那里，所以这是民进党几次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尽管这次按照天时来说本来对绿营是不利的，那么反而到现在看来好像绿营已经这个胜券在握了。嗯。盛明，你们谈谈你的看法。我对台湾竞选不太了解，但美国这次呢，就贺锦丽到底是不是拜登的搭档，现在被很多人提出是个问题。就可能吗？不少可能在还在不少政治评论家呢，就提出来，嗯，如果换掉贺锦丽的话呢，拜登的胜算会更大一些。我们知道，从一开始起选他，他就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天作之合，而是一种非常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为了就是票数。那现在贺锦丽呢，自己倒是有点膨胀，他就是前天吧，他说他如果必要的话呢，他愿意暂代拜登作为三军的统帅，就其实有点像是个笑话。当然他后来也赶快找补了一下，就强调他，但他认为拜登不会有事儿，我就他倒是想当三军统帅，但副总统他肯定是想接着当下去。那你就觉得这个川普跟拜登，这已经摆明了，就是还是会继续选下去。现在看的还就是他们两个人，就两个党的候选人，就在他们党内选举都看不到可以取代他们的人。胡斌，这对美国来说，这对大家都在抱怨两个，又是拜登跟这个川普啊，是不是这样，胡斌？对，三年以前又会打一次，对，两个80岁老人，其实在我看来是的，而且他们会斗得非常难看，他们两个人打的话，我看会比上一次更难看。对，就那当然了，都过了4年了，毕竟都长了4岁了，对这么大年纪来说，那四年那不是仇恨也加了，不是个小数目。把 Trump 4次，对吧？要把他搁在法庭上去，你要叫他赢了的话，天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反正这次肯定是个恶斗，他们反杀你。对，就他们俩不管谁输谁赢，输的都是美国，就真的是希望不是他们两个人。就年轻人是有，但是根本就出不了头。不过这个1月6号这个国会冲撞的事情啊，这个司法的案子，我看对这个对美国这次大选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有对中国的因素啊，这两大因素是这个内政跟外交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我不晓得。OK， 好，谢谢盛明。我想何斌大概已经下线了，因为何斌刚才在开车，不方便啊。谢谢彭正明先生，谢谢胡斌先生，谢谢陈国祥先生，谢谢何斌先生，谢谢所有民进观众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谈论了很多议题啊，从美国的内政啊，谈到台湾的总统大选，谈到中国的时政的问题，包括李尚福、王毅啊，人在哪里啊？还有秦刚到底下落在哪里不清楚啊？印度跟越南能不能够取代中国？对中国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中国的经济有没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观赏，我们下一次中国研究再见。我们这一次就到此结告一段落。好，拜拜。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拜拜。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